我警察的以后，经过附近民警的关注，我们能力是吧？又回到马车抢救了一个六岁的女婴。由于事故燃烧的轿子都是旧造房子，但是运行所以烧得很快。结果一整排包括一间校长室、一间办公室跟二十二间教室进的铁道运送中心，人力生产资料也都烧光。幸好那时候还没有学，所以除了损失300多万元以外，没有造成。